气好看的一个位置。好，户一步到这边停车位不是很多啊。如果想要在这边车泊的话，觉得比较适合说晚上晚一点再过来。好，这边也有一些摊贩。旁边有厕所，刚刚去户一步道走一走逛逛，顺便看一下那边的车泊点如何。觉得停车位有点少啊，如果是整天的话好像不大适合，比较适合说晚一点再过去车泊这样子。好，现在目前是向天湖，顺便看看去向天湖的路上可不可以拍到那个很漂亮的这个。现在很惨的是，来向天湖这边停车场的公厕已经封闭起来了。它有另外一个，可是要那晚上没有路灯啊，而且好像很不优啊。算了，先来找找看南庄其他的特约点。这边已经不大适合车泊了。先等一下。现在刚好下雨又起大雾了，先来绕一绕看一看好了。这个公厕已经封闭起来了吧。好，现在下来这个东河跳到这边。刚才已经有联络到那个桂花园露营区啊，他说今天要可以那个车泊有位置，所以待会要过去，那是特约的那个车泊点。好，今天东河吊桥旁边这个也是车泊点啊，可是既然已经预约好那个特约点了，到就过去特约点。今天就到那个桂花园露营区。好，他要进去营位的地方是要走旁边的小路过去。这桂花园里头很漂亮耶，那餐厅的那边非常的漂亮，布置的很漂亮。它这停车场也非常非常大。靠近这边，对，桂花园靠近这边是有那个天遮雨的风的地方。我的是没有啦，就是有大树，然后就挑这两个位置，挑这个位置好了，侧停就好了。今天来到南庄桂花园露营区来车泊，因为本来要去向天湖的，因为它公厕没有了，所以就临时选择这个南庄桂花园特约区的那个露营区。它是算是一个餐厅啊，然后在接那个露营区，这样很漂亮。
哦，在这前面这一区是算是都是有那个屋檐的啊的露营区。哦，这一区是我好几年前来的地，这一区。好，今天我们在这个位置，有树，可以稍微帮遮一下。后半段还有露营品味，然后这边的营位好像几乎都有那个屋檐。啊，后面这边有一个很大的停车场，也可以停放游览车，因为它是很大的一个餐厅嘛，所以游览车可以停到这边。然后它这边有一个凉亭，应该也是就是让游览车司机在这边泡茶休息啦。对，它上面有写茶亭。哦，装热水啊，也可以从这边装，有一个热水的。因为今天是两个人，所以两边的椅垫、坐垫都有把它拆下来，才可以睡比较平整。另一边的睡椅垫都比较大啦，只有这样子方式叠起来，像两个这样子大小方向交叉叠起来，刚好就不会很占位置。哦，上面刚好就可以放东西。好，今天一样是就背这个战术背包。啊，里头装一些这样，应该是用不到啦，因为这难道南庄老街就在附近，买东西都很方便，而且本来它这桂花园就是一个餐厅啊，说吃饭那些很方便，就这些要煮东西的应该用不到了，就里头带两个睡袋，还有一个充气的睡垫，还有要换洗的衣服这样子。对吧？所以像车速很方便啊，很轻松，不用像以前这样子要搬一大堆东西，超累的。所以每次我这几次都是背这个背包就出门车速车薄了，相当方便，而且今天还是两个人。这里头只有卖饮料啊，没有卖酒，不过没关系，因为一出他的门口，对面就是有一家那个全家，可以买酒跟饮料。餐厅里头只有卖饮料，也没有卖酒，很近。啊，对面就是南庄老街啊。如果想逛可以逛，可是现在疫情这么严重，不大想过去逛。是，全家可以买饮料跟买酒。
好，我现在弄简易型的车尾上，就是我以前机车露营的那个天幕军帐，它可以搭成军帐使用，也可以当成天幕使用，因为它很多那个连接点可以固定啊，就稍微弄银绳啊，固定现有的位置，来这边绑树。啊，一个引杆撑，因为现在有飘雨啊，我这样子就不会被雨淋到了，就这样坐到后面，类似车尾帐这样的，方便简单，一个天幕就搞定了。就是这样子，就找，因为它很多点，这个 DD303 的那个天幕，它有很多这个点可以绑。所以很方便啊，稍微设定一下，它那个车子的那个吸盘真的很好用，建议可以买几个放车上。但是，就算现在飘雨，我坐到后面就不会比较不会淋到雨的，稍微固定一点，固定一下就好了。水管天幕军帐真的很好用，它可以直接搭成帐篷使用。这样，我在坐在这后面，雨就不会飘进来了。OK。明天冷冷的，所以不会很热。跟老婆两个人在车子里看手机，玩手机。外面还是一直在下着雨。这样冷冷的，一样来热我的这个好听的月桂冠，来和用这个蜘蛛炉来把它加热。
现在外面一直下大雨啊，没办法了，只好在这车子上煮热水，然后大概来泡个泡面吃。昨天去那个便利商店买的泡面，因为外面下太大雨了。用这个钛合金的水壶来煮热开水，其实可以到凉亭那装水，可是外面下太大雨，懒得下车，而且蛮冷的，所以就自己煮开水就好了。